小的时候这个时间都是父母的，父母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读书以后你的时间都是老师的，老师那儿给你布置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工作以后时间都是工作的，都是单位的，都是你的公司的，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。所以你们哪个年龄该干什么就干你们的，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的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